金庸武侠世界的高手们齐聚大热门，有一种刀光剑影，那敢高手过招？过呀！哥哥！抖音抖音白不少，抖音！我现在要抖音，我谢谢你啊！一维哥对我的精湛演技大为欣赏。那么我是 A 级吗？我以前的也是。后来我能退出华语乐坛了。在各位之中隐藏了两位武林秘籍守护者，何宇就是铁狼。我们的信任呢？我干了啥？我只是流了汗而已。就演他，最后的卧底该现身了吧。